气温近日再创新高，已打破近20年最高温记录。好热啊！哎呀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饮料马上就不冰了。你们还在干嘛呢？不是说好了今天要进行体能特训吗？啊！我听不到，我听不到。霹雳炮，今天就算了吧，天气实在是太热了。专家判断，持续的高温可能是由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。你们一定不知道什么是全球气候变暖吧？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于人们焚烧石油、煤炭而产生被称为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。这些气体会导致陆地气温升高，造成冰川融化、海平面上升，进而影响自然生态。哎呀，好吧，还是没人在听。真的是太热了，简直热得像是有两个太阳似的。啊，不是本来就有两个太阳吗？不是啦，只有一个太阳，另外一个是月亮。嗯，不信你看。什么？天空里为什么有两个太阳？收到空间缝隙警报，侦测到179号空间缝隙。这个太阳一定跟空间缝隙脱不了关系，我们得立刻出动，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发了森林火灾，这下可好了，天气已经这么热了，我们还往火场里冲。希望没有人困在森林里。变形联盟啊，怎么了？难道你们不喜欢？不喜欢我们准备的高温派对吗？等这片森林都烧掉了，基因石能量也都是我们的了。我们变形联盟在，你们别想得逞！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老弟，今天我们就给变形联盟点颜色看看。侦测到有人员被困在失火的森林里，火势太大无法撤离，位置是林地中央的小屋，需要你们紧急救援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
我跟超能神机手负责对付这两个家伙，烈风暴场壁、巨能霹雳炮负责救援。真有人受困，都是超能神机手乌鸦嘴。你说什么？得快点找出受困人员的位置。变形联盟来了，救命啊！这里，在那里。你们一定要小心呢、以后宇宙第一来救你们了。别怕，一个一个来。奇怪，系统扫描到有大型能量体在快速靠近。你们这些好客星的叛徒！喂，叛徒，明明身为浩肯星人，却要保护人类。嘿，我可是有自由意志的浩肯星人，要保护谁，我自己决定。再这样下去，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，我们得速战速决。我们已经成功吸收到足够的能量了，先撤退，变形联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枪击普利士，空间缝隙还在扩大，得马上修复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纠缠下去了，别想跑。哎，真没意思，他们怎么又跑了？还是先把这些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吧。我来帮忙。烈风暴长臂灭火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哼，还用你说？浩肯星的行动越来越嚣张，空间缝隙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了。我们得尽快想出办法，停止这一切混乱，守护地球。明天就是运动会了，普利士，快帮我想个办法。啊，你是说增进体能的办法吗？不是啊，快帮我想个办法逃离地球。这，海城，谁叫你平时不锻炼的？运动会才担心，已经太迟了。运动会，会有好吃的吗？
没有，就知道吃。哎呀，对了，你们浩肯星一定有什么黑科技，能让我在运动会上有好的表现吧？哼，当然有。趁霹雳炮不在，我们……耶，太棒了！霹雳炮，你在这里多久了？从你说要用科技来作弊开始。你听我解释。体能训练要脚踏实地，实打实干。开始训练就是现在。不要不要啊！救命啊！加快速度，调整呼吸。海城完蛋了！根据我的推算，海城的存活几率只有0.001%。我不行，我真的跑不动了。我跑就是了。霹雳炮，你是魔鬼啊！霹雳炮也太狠了。这是第516号空间缝隙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这个空间缝隙不太一样啊，那是啊，这是什么气体啊？味道很刺鼻啊。嗯，我觉得挺香的呀。我来分析一下成分。这是沼气，一定是空间缝隙把某个地方的沼气转移过来。不好了，是小胖。海城，别过去。小胖，你没事吧？我很难受，我也开始头晕了。海城，快点走开，那边的沼气浓度是最高的。走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又见面了，变形联盟。啊，刀削面将军。铁刃是铁刃，你怎么记忆的？希卡，你们好好完成能量吸收的工作。我该做什么事自己清楚，不用你提醒。哼，这个新来的家伙真以为自己是老大了。别说了，快开始吸收能量。变形联盟，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。废话少说，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今天就让你们明白背叛浩肯星的叛徒会有什么下场。游戏时间到了。刚才的不算，
尽了，我们的机体效能正在快速下降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哼，才刚开始呢。这是浓缩沼气弹，机体状况更差了。我宇宙第一，没事儿。我也还行。啊，枪击普利士，加油啊，变形联盟！真吵，不知道大人说话，小孩插嘴是不礼貌的吧？小心，那家伙能控制沼气。哼，已经听说又出现了一个叛徒。哼，没想到我已经这么出名了。我们能不能文明的聊一聊？难道我们浩肯星人就不能跟人类和平相处吗？和平相处？地球这低等的星球能为浩肯星提供资源是人类的荣幸。哎，知道谈判很可能破裂，但没想到这么快就破裂了。废话少说。太棒了，他还是那么强。我们还没完呢。哼，什么铁刃将军，也不过这点实力。吸收再多的能量也会被铁刃那家伙抢攻了。喧哗吵闹，我们撤退。用尽最后的能量，也必须修复空间缝隙。今天救了我们，谢谢你。你究竟是？我是来自浩肯星的自由战士，你们可以叫我双子星。我是海城，他们是……我已经知道你们了。啊，双子星，你到底是站在哪一方的？哪一方？我不属于任何一方，我支持的永远是正义。但是也太奇怪了吧，你为什么突然来地球啊？啊哈，长臂，你嫉妒双子星比你强？这不可能，我可是宇宙第一呢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邀请新朋友双子星到基地来。这，好吧。既然你选择支持的也是正义，那么我们就是同一个阵营的。我们快走吧，我带你好好参观我们的基地。